咱们共事几十年了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你不就是想晚点退休吗？许江的禁毒形势确实很严峻，可咱们也不能干一辈子，也得让年轻人挑挑大梁吧。青阳死了，谁？我小儿子，他吸完毒，产生了幻觉，跳楼死了。而且他吸食的那种毒品，毒性极强，前所未见。